盆玉米放一点肥料。那什么时候有玉米吃啊？地上没有就能开垦，那边差不多有的出了，小猪叫去看一下。好的，奶奶，那我先去看一下。奶奶，下面蚊子多不多？要不要把地里放下来？有一些蚊子，我会带他回去跟姐姐玩了。奶奶，等一下，你把地里放下来，看一下有哪些熟了可以摘。你激动了，拜拜，过来跟姐姐玩了。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云底下。这好大，奶奶，这可以摘了吗？我看你摘了，就这颗。这样子，可以了，就可以摘了。来看里面呗，我告诉你，看一下这样，这样可以摘了。熟了，哦，放进一个，这好像是熟的，奶奶。你等一下呀。